啊，诺莲，我没来，诺莲，我还过，对，还留我，我还过，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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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过
这次选书书的内容啊，说呢，不会卖这些死猪，那么呢，这些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危害身体健康的这些猪肉所以也同时呢，我们也讨论了几项课题呢。那么怎么确保说在生产的过程中，那么从猪农开始，那么到抓猪的、杀猪的，那么甚至呢在卖猪的生猪肉呢，怎么样子确保它是健康卫生的、安全饲养的？那我觉得说每一个呢都有责任的。那么在养猪的方面呢，当然他们被要求每三个月呢都要呈报这个小猪它的生产的那个数目，那么以及这些死亡的这些猪只。第一，那第二呢，关于抓猪人的方面呢，那就是说总共呢有多少只猪呢是卖给这个抓猪的那么那总数里面有多少呢是被送去这个合法宰猪场的？因为当然之前我们有听闻说有一些有可能呢被送去非法的这些宰猪场所以在此呢，我觉得说在这个环节上非常重要了，我们必须确保说全部这些生猪呢都是在清洁卫生的环境，在合法的这些宰猪场来宰杀这除了这个养猪的抓猪的之外呢，所以我今天非常高兴呢是看到说这些在霹雳州131位这些31个农场呢已经有他们正在开始在做着他们本身的这个努力了，那么已经今天呈上来18份是说18家这些农场已经签了这个宣誓书当然我们也要确保说，我觉得说我们确保说这个抓猪的呢也是必须要有好好的登记，确保说他们在抓猪送猪是去宰杀的时候呢，这整个过程呢也必须是在非常良好的安全的情况之下所以直到7月31号呢，我们也会确保说他们的全部都会有受这个有登记的所以我想我个人的建议呢，我也是觉得说这些抓猪的呢也应该有类似的这个宣誓书以确保说他们全部呢都把这些生猪所抓来的生猪呢都是在合法的这些宰猪场来猪杀。如果呢有任何农场被发现到有卖这个死猪的情况出现呢，那么他们养猪的这个执照呢将会被吊销。